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全校第一名啊，倒数第一了。啊？喂，乱说什么、啊？请不要把他们说的话当真。可是你的衣服……哦，这个、哦、没有事的啦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请便，请便。啊，里面让让。老大、哎，老大，老大、啊，什么事？老大，没有对一个女孩子那么好过，难道你喜欢上人家了吗？那个女孩不是老大打伤了吗？去你们的！哎呀，别乱说了，走。他将是你们的这班的一份子。来，我们欢迎佳佳。大家好，我叫佳佳，我来自台湾。早上那件事了哦，不好意思，不用去理了。OK， 没事。那个，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吗？可以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龙。没有啦，你送什么给我都很开心的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但是你说都不可以反悔哦。这么客气。Okay. 这是四叶草的项链，四叶草代表找到幸福哦，希望你能戴上这条项链后让它成为你专属的护身符，也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之间的缘分。